大家好，我是兰兰。春节过后啊，西梅干第一波的活动又来了。很多人喜欢吃西梅干，它是有原因的。我们先看一下它的成分。这个西梅干哈，它富含膳食纤维，自然风干。配料表简单，只有西梅，它是零脂肪的。您看，保质期180天，配料表只有西梅。这一包里面呢，有两袋，一袋呢是250克，半斤，这两包呢是一斤。我们打开一包看一下，你看这一袋，每一个西梅干都很软，你们看，非常的新鲜，果肉丰厚，核很小。它有丰富的膳食纤维，老人小孩都可以吃。很软，你也可以泡水，一天泡2个、3个啊，都可以。它现在的活动呢，是你买3袋，也就是3斤，送一盒白芝麻饼。你看啊，这白芝麻饼呢是20袋，每盒里边都是这样独立包装，携带非常的方便。小孩子上学可以带着啊，上办公室上班也可以当零食吃。那这样的，我们打开看一下里边啊，看，非常的酥，芝士白芝麻饼，轻度烘焙，香气浓郁，口感酥脆。它配料表也很简单啊，白芝麻、鸡蛋液等。如果喜欢吃西梅的，还有白芝麻饼的，您在选择的时候哈，一定要点那个3斤加送一个白芝麻饼那一项。我把它呢放在橱窗，还有视频下方也有链接。如果呢喜欢吃西梅干和白芝麻饼的，可以趁着这次活动多买一些。好了，谢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